fait jamais.谁啊？几年了吧，我叫丸子头，听过我吧？啊，你别害怕，我们大姐呢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要找刘青柱。别找了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别跟我嬉皮笑脸，你昨晚上还去找他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既然知道，你先守着他不就得了？我们去了，人不在家，邻居都说没见他离开过，怎么回事啊？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，难道真的灰飞烟灭了？昨天我们在他家呀，发现你的身份证啊，还有那个，这是他？不认识。这是你的生辰八字，要是不找他算命，他为什么显现？他算我的生辰八字，不会是要害我吧？不想说。那我就只好把你送到大姐的酒店了，那地方呀闹鬼，你呢住下来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再走。不行啊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我没时间跟你忙。你一个开公交的能有什么急事儿？没了你的乘客会死吗？真的会死？啥玩意儿？我必须尽快去虎妖山，但看他们的架势，是不会放我走的。那不如，行了，趁着现在胳膊腿都还在，再晚了呀，我可就说不准了。我知道刘青柱在哪，就是他住的地方有点邪性，敢去？开玩笑，我丸子头连墓地都睡过觉，还有什么怕的？那太好了，我想刘青柱现在就应该在狐妖山的墓地里。哎，你知道吧，之前有一伙人去盗墓，回来以后啊就疯了，然后他就把他的全家人都给杀了。哎，你这不知道吗？
你们不去，我自己走了。站住！带我们去。左爷，等什么呢？大哥，我这刚结婚，这孩子都还没有呢。大哥，我从小就听这狐妖山有吃人鬼，我是真害怕。我，你俩啊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什么东西都没见着了，怕成这样？行了，在这儿等着啊，不许走。好。这村子咋都没人啊？哎，大姐啊，大姐。走吧。这孙子是有点渗人了。有人。问问。你认识刘青柱不？你说句话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怪物，一到夜凉就进村找东西吃，凡是喘气儿的他都吃。所以你们地下的血盆是为了吓走他们？那血盆啊是给怪物喝的，喝够了他就不吃人了。可你们打翻那血盆，幸亏啊把那羊留给他们吃了。他们还有好几个呢。